右眼的眼眶痛，主要偏内侧，大尿像一个大尿像已经提到，住到眼眶那边了，他现在正在治，把眼眶做漂亮一点，做的那个细致一点，因为呢，眼眶更能明显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智慧，更能，感觉这个人的，精神状况，内心世界。所以呢，白先生正在认真的，在做那个眼眶，现在正在做那个，内侧的眼眶，好，好，右眼内侧眼眶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